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搞医学的人最终的这个理念和 approach， 就是说这个很容易的哈。最好的比喻就是说，西医呢就是羊汤，不是羊汤止渴，羊汤止渴还不确切。一壶水马上就要烧开了的时候呢，西医呢是往里浇凉水，念佛。这个而中医呢是底下呢把它彻火。所以说呢，正确的理念是必须先浇水，同时再彻火。这样的话就跟朱老师刚才说的，短期是浇水，马上那赶着救火，不救火就着了，废出来了。但是你整天浇也不是事儿，越浇越乱，就慢慢就溢出来了，都坏事。所以说呢，长期呢你要彻火，中期呢很可能就借用他的 parable 啊，就是说中期的时候呢，就是中西医结合，而这些理论真正的才是，我觉得啊，才是当时我们中国说的中西医结合的这个根本，并不是中医去学心电图、脑电波等等。在这个理念上，高层次的理念上的话，中西医结合。所以说的话，中期先浇上凉水，让他止佛，这人就可以至少生命没危险了。这个这是短期。中期呢，就是在西医做的过程中呢，我们同时撤火，慢慢。长期的话，这个、不用浇水了，这个、火已经撤下来了，甚至很大程度上的话，你还得浇点水，因为它蒸发呀。这是用浅显的道理来说明，就在这种，这是一个methodology。如果用这个东西吧，无论是投资，赚钱，刚才提到他对赚钱有兴趣，都是一样，放之四海而皆之。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又回到我说道法术器，这是我们突然谈的是道，道是相通的，那么一旦道通了。在谈法，在谈术，在谈气，是用心电波还是脑电波啊？是用刚才说的那个是增长智力啊，还是催眠啦、啊？这呢，那些都是次要的。我们从道上把它解决，术上解决，法解决，气解决。三五分钟，把我所讲的很快的走一遍。我觉得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探讨，我们。每个人需要improve 的地方，你比方说我的这个睡眠不好，怎么不好，怎么样可以很简单的在你吃，也许吃，比方说啊，正在吃安眠药的过程中让你摆脱安眠药，比方说我的目标是减十磅，我这个两个星期内减十磅，或者是一个月之内减十磅，然后呢同时呢在减重的过程中的话，我知道我的biomarker 是怎么样的，无论是简单的三个，无论简单的三个是这个血糖啦、血脂啦、胆固醇啦，甚至更深的 A1C 啦，或者 HOMA-IR 啦，这些不是一般人知道，一般这个 doctor 不会让你测的东西，把这些都弄出来做一个底线的一个 reference control yourself contest control， 然后呢一星期、两星期、三星期，不光是在减重，在减重的过程中看你这些 biomarker 怎么 improve dramatically， 怎么样 improve。其三的话是 hard to measure， 就是你的 energy， 你的 energy level 的话，你能自己感觉出来。你吃完了就整天就这事的，还是说哎，你整天用完劲儿？我相信这大姐就开始用迷糊了，就知道她肯定是绝对，我瞄一眼就知道。他绝对吃米面，绝对是吃米面多的，吃的这个他绝对不是烧铜的烧 ketogenic 烧铜的人呢，在不 depend on 这个碳水化合物糖的过程中，那人呢就我们用完的劲儿，他需要干什么事一 kick in 的话，那 gear 的话就是该困的时候他也不困，生酮饮食，对，他因为他这个他的 system is well and healthy enough 的话，他就用完的劲儿，但是他用完了之后告诉自己哦，现在可以休息了，呼吸躺那没五分钟十分钟就睡着了，起来又是浑身是劲儿，你这些 biomarker 是没法。中国人不吃米面的很难的，对，那是农业民族。Trust me, no, you give me a week, okay, give me a week, 不仅不难，不是这个问题，
这我自己就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家旁边的这些人，我太太、我岳父、我岳母，有的时候我小舅子，他们，那你叫他们跟着你吃肉很难的，都要吃米，他们都要吃米饭，一定要吃面啊。所以呢，在你旁边的人，他们做饭的时候都是做米饭、做面啊、做凉粉、做拉皮，你就没有办法，你就必须吃那些东西。对，这个中国几千年习惯还是这样。OK， 这个我没有，我们都要没有做。还有一个问题，法术的呀。对，还有一个问题，你这个讲得远了。因为刚他知道我是对这方面比较兴趣。现在中国的肉啊变得非常的贵，猪肉非常非常的贵，牛肉非常非常的贵。你说大陆还是在美国？大陆。所以这个方法你推现在推不动，为什么？因为猪肉占了85%，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吃肉吃太多。我这两个都有非常好的对付的办法。这个队伍不是说counter reaction 的队伍，是怎么样把它在道方面啊，怎么样把它 synergize， 让它在你不冲突的情况下，你感觉，比方说两个，你提的两个很好啊，我给你解决，可能随便我，如果我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很容易，我理解它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人生就是要怎么样化负动力变成正动力，有道理吧？这个可以同意。就搞金融的是这样，当你用3天至1个星期体会到不吃碳水化合物的好处的时候，让你吃，你就有一种 subconsciously resentment 和 red alarm。 因为什么？我跟你说啊，因为你今天晚上吃完以后，明天早上爬起来你都爬不起来，平时你醒来以后3-5分钟就 fully engaged totally awake the whole body system。 但是问题在于，假如你今天吃了米面，又吃了糖，又喝了酒，得你转天爬不起来，你醒了，生物钟醒了，你知道你要起来，但是你这四肢像不听使唤一样，就这么厉害。是，我相信，我也知道，我也尝试过。我的意思就是，问题是你旁边的人他们不在乎。所以说呢，假如我要来对付这个的话，我也吃，我也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但是我会吃的很少，这是控制。你不能不食人间，这是其一。其二，首先我们谈到这个中国人呢，我们在美国谈美国没这个问题。其二的话，再往即使谈到中国的话，你不一定都吃肉，有很多健康的食品，首先是有机。那你说，那有机在中国几乎就找不到了吗？怎么能找到没有化肥、没有肉有机？那简直是还是有办法。第一找到，第二的话能够有一些健康的替代品，再有了也不一定都是用肉来代替，而且是用好的脂肪，比方说我们在中国也可以买到 macadamia， 就是夏威夷果啊，还有比方说 coconut oil。 Yes, it takes maybe a week or month to get used to it， 但是就会非常非常的 enjoy 你的 quality of life， 然后再讲 quantity of life longevity。 这年轻人一般都不会说这么明显，因为他们机体都比较年轻。 The point I want to make also， 任何 diabetic people， 任何人20年之前他就已经可以在 evidence-based biomarkers 方面知道他 how much on the way to diabetes， 50%、 80%、 90% until full-blown clinical case of diabetes， until they have to take metformin to knock down the blood glucose level， 或者甚至可以 extrapolate 到几年以后，他就没办法了，他必须 inject insulin 才能，才能 bring down， not down regulate， it's strictly harshly burning down the blood glucose level。 When I say down regulate means 你的后机体 holistically 在 decrease the level of secretion，那是你的 body downgrade，
No, I said, partially, you inject insulin, bringing down the blood glucose level.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就跟说羊汤止渴一样，就说浇水止渴，浇上水，倒不服了，没几分钟，呜呜又要服。而我们是在浇水的过程中，同时撤火，釜底抽薪。我觉得这是才从道与法上面解决问题，然后术和气很简单，所以说这个总的来说，我说这东西的话，也就是说，首先呢，我们这个，我是北医毕业的，我们这个当时呢叫北二医，现在呢叫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就是我们这个跟首都医科大学。那在那里面呢，现在有22家呢，这个医院，在医院里面做 clinical trial 啊，各种各样的，什么这个，从癌症啊到啊糖尿病啊到心脑血管病啊，这个精神科都有，就在这里边很大的这个 platform， 可以运用。另外的话，我们都说刚才提到我们这些同学啊，就呢搞药的，从合成药到销。distribution channel 到 Chinese FDA approval， 这都一套系统，包括刚才你学 law patent attorneys 这些，那是另外一个 law 的branch， 怎么说，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一样的。而我举那个例子呢，我们呢是在东岸呢买了6家医院，这医院呢，这个我们把它这个金融，用金融的说法来的话呢，等于说是呢，merger acquisition 呢，等于把它 turn around 的话，这个结合的呢东西很多，给你消毒的。然后除了刚才我提到这两大项呢，我就把这个揪出来这个里边的三项呢，就是三大疾病 ：diabetes、cardiovascular diseases。And cancer, all kinds of cancer, they are all based on the imbalance of our metabolism. 包括中医，包括这中医其实调的话比西医好多了，但是呢，最最根本的中医，说起实话，中医的这个理论还基于几千年的理论，几千年来，后代没有什么contribution给中医，这么多年了，我们没做出中医。比方说这个足三里这个 meridian point 或者这个经络，为什么所谓循证科学，我来 prove it， 无论是 IR heat imaging 方面，我可以提供 solid evidence， this is why when I punch a nerve， when I do acupuncture 止痛，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案例，有人这个五几年六几年就分娩，就没有分娩或者手术，在没有止痛药的情况下，就只用经络针灸的情况下，释放 enough 这个neural factors 能够止痛。但是你只是基于几千年的道理啊 ，prove to me using some kind of either IR NMR or X-ray or ultrasound or electrical something show me。几千年来，我们的中医后人啊，没有做这些以科学的手段（引号啊），以科学的手段提供证据，让人口服心服，说 "This is the freaking evidence. Go read it. Go display on the TV." 所以说，我们仍然躺在，无论是《伤寒论》也好，《黄帝内经》也好。那些老本上在睡觉，不仅睡觉，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这个培养出来的中医啊，都是顶着能够算是还有些称职的技工，都是在气道法术气在气术和术方面在挣扎。你看嘛，一会儿这个人说：“哎呦，我可以治这个。”
我可以治这个，就跳大神儿，坐那儿这个 meditation 或者针灸这那，他们讲不出从道是什么原因，从法是什么原因，气什么原因，术什么原因，气什么原因，更提不出说 this is my clinical trial and this is the data I did 300 subjects and this is the baseline, this is the statistic analysis and this is the publisher, a publishableScientific data， 你去哪儿我都不怕。你拿到月球的 FDA、美国的 FDA、中国的 FDA， 我是硬碰。This is a solid evidence， solid science behind it。几千年来，多少亿中国人都没有做这个，是为什么？就是至少在这上，整个系统没有培养出一个既懂道又懂法又懂术又懂气的一个。对，咱就别说个人了，这些东西我说的才是我们的 aspiration 做这个东西。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最好的应该大家掌声鼓励鼓励。所以说我说这些东西的话不在我讲什么，而在真正的比方说 to improve to lose weight 减重，减体重的话只是 very very superficial 的一个 marker， not even almost not even a biomarker。 假如我们提到 biomarker， 比方说我们怎么样降低血糖，降低血糖 no biggie， 你吃 metformin 一直 insulin injection 马上几分钟之内就甚至有人晕过去，因为太低血糖了。 That's not a biggie。 The thing is you know 怎么样降血糖，怎么样安全的降血糖，不仅降血糖，在那降血糖过程中，降血糖过程中，它的别的方面，比方 biomarker， 你看他这么年轻他就开始查，都绝对吃，他绝对是吃碳水，别介意啊，我不是别的啊，瞄一眼，假如这个人，这个两眼均匀放光的话，很难很难，他会吃 a lot of carbohydrates。Okay, trust me。张教授是两眼放光。这一边都是。Metadata is nothing， 不用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用不着这东西。你瞄了一眼，这就为什么我太服中国的，我太服中国的这个。因为我传给你没问题。中国的这个。你往说什么？我提到的不仅是道法术器，中国又是几千年说，这个叫望闻问切。嗯。这是如果我没记错到是出于《黄帝内经》里。望而知之为神医，飘眼知道这人大概就知道什么，您懂我的意思啊？望而知之为神医，如果没破错的话应该是《黄帝内经》里面。望闻问切，到必须切的时候，到必须诊断，同理到必须看这个脑电波心电波的时候，那都是最低一层技工一层技道法术器。你怎么样操作这个仪器的时候，那都是技工的技工，你知道吗？他给我的这个下手打下手都不配额，都不过额，您懂我的意思啊？是现在100%，我不敢说大部分的医疗，首先医生都想 outsource kind of hard job， 医生都去雇这些 registered nurse， 再好一点的这个叫什么 nurse practitioner NP。或者是 PA physician assistant 来 outsource， 让这些人他好搞 finance， 他好坐那儿好 manage 这团队给他赚钱，不一样吗？ So 我这个想说的 my point is， 你真正的就是这叫什么望闻问切，你真正到这种级别，你得望眼就应该，我发给你了，好，谢谢，就应该知道这个人的体征怎么样，甚至再往上说，知道这个人的不好说德行，就是说知道这个人是正气凛凛，还是说一半一半，还是说下三滥，像什么鸡鸣狗盗，就是鼠辈之类的，你应该知道这些。活到这个年龄，我们活到这个年龄，就是望闻问切，不仅是治病，远远不止治病，望闻问切于 everything， 有道理吧？所以我现在就是。少说点，我现在的分享就是这。首先，我刚才说的话是，一个介绍我们这个，首都医科大学这个平台。其次呢，我们这个东岸的六家医院。其次的话，中西结合于深度，
这些到，比方说我在，比方说我们 Medicare， VA， Veterans， 这些 Veterans 是吧，一个月2000块钱，不是吃了就是喝了就是用毒了，而且是 living re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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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or， no life， only physical life， but no， 又另外一个概念就是灵魂体方面的话，除了体征还在活， no life to talk about。而我们的 program 如果1000块钱把它这个扔到我们这个北加州或者是夏威夷的这个北加的880 acre， 夏威夷的120 acre 这种 resort living 里边，那在灵魂体方面对他们都有 benefit。 不仅如此，不仅有 benefit， 我们会让他们 enjoy recovering and enjoying contributing of life。人因为不论是男人和女人，最大最大的 ROI of life， 其实是不是所得，而是给予。当这个人去 make contribution 给予别人的时候，也并不是在掐指在算我给了多少啊，算计这呢，他在 altruism 完全利他的这种给予的时候，他得到精神上的回报是最大的，远远超过这个身体的回报。我们可以分析 BDNF 啦，这些 neural factors 啊，这那怎么分泌怎么好啊，什么 endorphin 啦，什么 dopamine 怎么好着呢，那都是在讲法以下的东西。我现在讲法，这个术和气。首先到在术和气方面，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 biomarker to measure。哦，他这个分泌了 BDNF， 哦，分泌了这个 dopamine，so 哦，分泌了那个 endorphin， 那些东西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对我们来说这必然的事 ，doesn't matter to me。因为什么呢？这个人你就知道他已经 very holistically improved， 因为他整天，你想我们小时候啊，夜里激动的睡不着觉，想着明天有什么糖果分或者有什么去什么的呢，那种精神，睡觉也并不是睡不着，也照样睡，但是他心里都有一种向往，明天起来以后还有什么什么好事，那种精神上的娱乐快感是别的物质世界甚至肉体世界所带不来的东西。那些东西是我现在的强调之一，在灵魂体方面各个方面都是 positive energy， 都是 beneficial， 都是 healthy living。 我们在讲 health， 我们在讲 health 啊，在灵魂体方面 health。 顺便说一下，到了您讲的这个金融方面，在金融和财富，在回报 ROI， 在财富方面也是灵魂体的回报率。为什么呢？我这个首先我的 ROI， 我在刚才引申到我们 making contribution 的时候，我的首先的 ROI 是我自己， trust me。 首先我这个叫什么，用比较粗鲁一些的中国话叫做与人玫瑰什么手有留香是吧，这些东西都我觉得都不够深。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首先你的我刚才提到的such as endorphin, such as dopamine, such as BDNF, 这些东西你就 benefit so much more without even knowing it。 这是灵魂的方面啊，这些你当然知道了。 you feel good, you feel self worth so much more than robbing someone and then you know this obscene thing to do。 体方面的话，你的那个 benefit ROI 的话，就是说，哎，你就越来越健康。你的那个，你看到人的话是满纯善心的话，你这个不对啊，你现在这个对。我看照相。照相。满纯善心的时候的话，你的身体的话，都由不得你健康。这就为什么当一个人进来以后的话，他浑身散发的善意，他不是说装出的善意，并不是说。像什么念佛一样的善意 no, 那个就是说强迫的善意。这种善意是由你
灵魂体自然发出的这种善意，这种美好，哎呀，这个人的性格上的灵魂体那种，就一种芳香，一种芬香，哎呦，那才是真正吸引人的东西。我觉得这才是，无论用宇宙也好，还是用我们坚信的这个创造者的这个美意在里边，那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这个整个宇宙浑然一体。我又借用一句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什么，道以道，什么非常道，什么这你可以，这些又都是几千年前我们中国老祖文化、中国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你看我说这东西，几乎没有近百年来、500年来的东西，都是上千年的东西。因为这一千年来，中国人的后代没为中国的文化做什么大的贡献，都在树与气酱缸里边在葡萄里。我本身是中国人，我说实话，我相当知道，你知道吗？这些，而且升华这些这个道与法之间的追求，至少在一年前以前就已经断线了，你知道吗？为数很少很少的几个人人。志士仍然在中国在活着里边，凡是能活着肯定都不得志，因为他这种风里他不可能得志。所以说这就为什么我在去在交往的时候，你不可能像现在所谓的得势的人去说这个话，你给我录下来就是很反动的因为它是个相悖的一个系统你知道吗？英文的 cliché 就是 it takes a thief to catch a thief，It's the same way. It takes a bad person, worse person, to catch a bad person. You have to be better, worse, or worse, to catch bad people. Why do you even go there? 所以说呢，回到这个我那讲的什么呢？除了这些平台的话，而且我们谈到的是在 wealth and health 方面，灵魂体三个层面来 improve。我觉得这才，所以说再回到。不要再高高在上再说了，这比方说我们又回到刚才说怎么样我们可以 improve our sleep， 我睡眠可以睡到好，吃饭我可以，这个身体可以带动到就像开着一个上好的法拉利或者是 Lamborghini 一样，我该加速哇加速，但是我心里知道我不能 always red line， 我该休息的时候躺下睡觉跟个小 baby 一样，醒来以后就没有吃那些碳水，哎呦，我有时候吃，比方前面喝了酒或者吃了碳水，我知道 I'm gonna pay for it tomorrow morning， 所以说我都知道，那身体就跟软绵绵的一样，起不来了，你知道吗？脑子也清醒，该起了，你知道吗？也睡不着了，但是整个后 body is like gunking off the engine， what I say， 你知道，但是你起来半小时以后，甚至有一小时以后还能起来。然后你今天晚上再说还吃碳水吗 ？No, I don't want it because it's not worth it， 知道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哈，我们所学到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哈，才更加的在首先把道与法搞通，术语去瞄一眼的，你看都不看，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向大家学习，向大家靠拢，我觉得。我再结语说一下啊，因为我珍惜我自己的生命，同样我也希望大家珍惜大家的生命。我倒着算啊，我用中国人不习惯的或者不吉利的算法，但是我加上一条，我们说我们每个人活到99.99岁就好了吧，约等于100岁啊。好像中国文化说100岁你骂人啊，99.99岁，约等于100年。100年乘以365天 ，OK， 那又约等于36500天 ，OK， 我也不想排除别的，用100减去我们每个人的年岁，乘以365天，这现实吧？说活到100岁不是 cursing anyone，the majority people 80-90 就已经不错了，就相当长寿了。
You tell me how many days do you have on this earth? First, I'm not talking about average. Average people spending 20 years suffering and dying. 20 years to die. Second, if you are healthy, you sleep a third. And if you are healthy, you are productive. Only a third of the days you have on this physical earth. You tell me, why do I have any freaking time to waste? So this is why when I said, I don't BS. Because the first one to hurt is myself if I BS. It's in the same way, the first person to benefit is myself if I do good. So this doing good is not from I have to or slogan I will. No, because I mean it, because I'm the best, I'm the biggest beneficiary. Again, not benefactor, because I know my English. It's not benefactor, it's the beneficiary. Mm-hmm. The biggest beneficiary of my goodness is myself. The biggest loser, if I BS, is myself. It's not even you, I don't care about you. If you have to put it that way, I do care, but in a figure of speech, I don't care, you know, on that. Mainly, the first thing is, the foremost is myself, I should care. If I'm wise enough, if I'm intelligent enough. So, 假如我们 literally counting our days,我们就不会再 waste our time, 而且不会说很悲观的。哎呀，那 so what? Let's die all together now, tomorrow. What's the point of living? No, no, no. The person who thinks that, 这人本身他就会不会知道望闻问切知闻。假如 someone said that, oh, so what's the point? 多活一万天，两万天 ，so what?Let's die now. Let's die all together tomorrow. The minute I hear that, 望闻问切啊，我都不用知道这什么人背景，闻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人不 healthy. Healthy 的人呢，他的 immune system, 他的内分泌 system, 他想的话，他 take 的话是 positive energy. 他会很乐观的说 ，Oh, that's why we need to cherish now. We need to cherish today.他想的不是 pessimistic, 他想的是 optimistic. 当我闻到，我都不用，我也没看见，我就听到某人说，或者说，比方丈夫说谁谁谁说了那么一句话，他说那 so what, 是不是？我知道这人已经不 healthy, 因为他的本身严格来讲的话，他是已经depression, no, 已经 depression, 已经抑郁的地方，他的分泌是不可能健康的。破罐破摔还是在说他的，在形容他在医疗方面是很好。你觉得你去测他的，我告诉你这半个 marker, 他绝对觉得已经 in the red zone, OK? 健康的人，假如你提高到这么健康的人的话，他反应的都是 goodwill, good positive energy, optimistic energy. 他第一反应不会说这些 low frequency energy 啊，这些恶呀、啊，这些苦毒啊，这些悲观的那种。所以说你假如要是真是量他的 frequency 的话，这人不可能两眼放光，不可能浑身是劲儿，不可能是 high frequency vibrating body, 他肯定是 low 的不行。哎呦这，所以说我想说这东西的话，这个我就截到这里。无论每一条，我后来就插进去的两条都给讲，好吧？我们希望这个能够继续下去，每个礼拜三下午2点，我们今天在座的下个礼拜三我们在听张博士张医生给我们做一个精彩的分析。所以说我想插一句，不想我们这当然可以了，我们不要太多的分析，这也是对我自己来一个要求，更多的话 hands on, what can we do, 道法自然好，但是你总监在在说前面就是不接地气，用中国的土话的时候，怎么样在法语道法术在术和气过程中怎么做，
比方说我就 challenge someone within the week within a month， 最简单的是减重十磅，而且用不到，我们并不是说你怎么样要刮骨疗毒一样减重十磅，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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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relatively easy。 快要四点了，我们的准时结束，我们大家站在前面照一张，就让他讲完这一段重要的嘛，没关系嘛，可能你看些晚，就是还有我们不需要每个礼拜都见吧，也许每个每两个礼拜见，就看来多少人，我们要统计一下，太少人我就不必。结束，说完了。哦，不用，我想尊重他的，但还有你的那个，我们照个相以后再大家自由交谈一下，就是有什么问题，那个互相互动一下比较好。对，让他讲完重点。那当然，我愿意让他讲完。好，行行，先照相，就我们听这个 leader 的。对，这样比较好。那我定我们就照相。啊，我们先照完相以后，然后就大家就发问，有什么问题要请教他的，因为我们那个。我不需要，我从来不去耽误人家一分钟，我们想四点就四点结束，所以我们现在还要留一点时间给大家发问啊。来拍照拍照拍照，我有时间也不够。拍照是拍摄，我没搞清楚。这样的真的，我们可是我觉得不要3点钟，对，2点钟3点钟开始到4点半。对我比较好。小伙子叫什么？那我们下一秒就改三点。你叫什么？因为太早了。桑教授是那个哥伦比亚的。Alex，OK，Alexander。Alex， 帮我们照一下。对，相机。你在用你的相机照，你坐。你坐在中间，拍在中间。坐这样，好。你坐中，你们坐的，我站。来，坐。Monica， 那你坐中间。我是坐中间。张和张坐中间，开玩笑。大家都坐的也可以嘛。我们要。